Kerajaan memutuskan untuk melaksanak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. 今天国内再新增了110人确诊，累计病例达到了900宗。 妈妈，谢谢您一直为孩子们撑伞，为孩子们挡风遮雨，从来到这个世界，直到孩子们长大、结婚、成家立业，您都在为孩子们默默付出。妈妈，您辛苦了，谢谢您。世上只有妈。 像个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